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代间学习可以促进祖孙两代的相互了解。新庄国小特别安排6年级即将毕业的小朋友到三民区冥想社区关怀站和长辈们同乐。小朋友设计比手画脚的题目时，特别考虑长辈的答题能力。经过老师指导后，小朋友对长辈就更加了解了。那我们今天要就是先带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比手画脚。一进到冥想社区关怀站里，除了长辈之外，还多了一群新庄国小的小朋友，正和阿公阿妈玩成一片。小西西啊，你刚怎样？小鸡啊。哦，小鸡吗？他们正玩着比手画脚的游戏，阿公阿嬷抽到题目，不能用说的，只能用比的。大家急着想破脑袋，想想要怎么比。结果突然答对题目，大家都好高兴。啊，这是啥？聊天呀。这一群6年级的小朋友快毕业了，老师特别安排代间学习的课程，让小朋友和长辈互动。小朋友事先还特别票选和设计适合长辈玩的小游戏，非常用心。就是想说要用比较简单的游戏，然后这样长辈们比较了解，然后我们就选比手画脚，这样可以就是带动大家的气氛，他们生活上一些就是他们自己会做的事情，然后他们会懂这个词，就是比较容易去发挥那个动作。就是会帮他们一下，就是有时候那个他们比较比不出来的时候，再帮他们一下。立刻白，那他们就说这比得出来啊，这一定可以比啊。我说那是你们的认为，你的同学的认为，可是你们没有想到你的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啊？那我们也让他们了解说，为什么要去做就是这样子的服务之后，你服务的对象。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所以他们在设计重新题目，在做设计之后，然后他们也练习之后，就能够符合了。找一个像类似这样子关怀据点的阿公阿嬷聚集的地方呢，让这小朋友来实地啊，来见习，也来陪伴这阿公阿嬷哦。那本来我们现在这个课啊是日语班的，我们特别把日语班的课哦，把它挪出来。看到这么多小朋友来关怀站，长辈们都显得很开心。小朋友的天真活泼也带动长辈们的活力，好像返老还童一样，大家一起玩游戏。小朋友也从中学习如何和阿公阿嬷相处，祖孙两代和乐融融。社区好新闻，林佳明、赖昌邦采访报道。要丢掉的广告纸，除了可以拿去资源回收之外，加上一点巧思变化，就能够变成美丽的花蝴蝶哦。擅长把回收物变黄金的环保达人蔡秋舒老师，教导暨兴长青基金会的长辈们，利用5颜6色的广告纸做出会动又会飞的蝴蝶，令在场的长辈们惊喜连连。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美丽的花蝴蝶在长辈的手上动了起来，像极了真的蝴蝶在展动翅膀翩翩飞舞。暨兴长青基金会的长辈们个个兴奋地展现出自己动手 DIY 的成果。有啦，趣味，该趣味。啊，跟你该困难。没该困难。不会老化。对呀、啊，啊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来这里运动，那从头做到尾，差不多1.5小时，全身都流汗，觉得很舒服。一张简单的广告回收纸，在老师和学员同心协力下，摇身一变就成了人见人爱的花蝴蝶。而这创意巧思，可都来自这位拥有高雄市街头艺人证照的环保达人蔡秋珠老师。先让长辈他们这样动一下身心，这样子舒展一下筋骨，这样啊，然后就接着就是做一些这手工艺作品，嘿。前面这些都是我们的手工艺作品，我们长辈大家都很认真。那我今天就是要为长辈他们设计了一个彩蝶飞舞，会飞的蝴蝶，做起来很漂亮。我们的所有的素材全部都是用环保的东西。环保达人蔡老师不只会把垃圾变黄金，带动长辈们活动筋骨也是难不倒他。轻快的台语歌曲，再搭配简单的肢体动作，长辈们唱唱跳跳，真的好快乐。那家是快乐啦，快乐啦，
嘿，真欢喜啦。来家感觉有快乐吗？有啊。嗯，这老师真好啊，教东教西啊，这老师足好诶，足欢喜诶。拢甲恁教啥物？吼，拢有运动、唱歌、做物件，拢有。长期照顾高龄长辈不遗余力的暨新长青基金会，不只要让长辈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在动静态课程结束后，还特别请到卫生局安排心灵讲座，就是希望长辈们开心快乐，身心灵都有所依靠。社区好新闻，吴敏元、罗少君采访报道。台湾虽然是第一个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亚洲国家，但是家暴的发生依旧存在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唤起更多人的反家暴意识，楠梓区大昌社区集结多个社区，共同举办终止暴力、飞向幸福的宣导活动。社区妈妈们不畏风雨，依旧带来活力表演，让人看了十分感动，也期盼能够有更多人一起加入反家暴的行列。绵绵不断，远传奇迹。来，谢谢，慢慢来，慢慢来哈，下雨安全最重要。天空下起了阵阵细雨，来自大昌社区的志工妈妈们依旧展现活力，带来热情舞蹈，丝毫不受到气候影响。男子大昌社区发展协会为推广卫福部所宣导的暴力零容忍、子嗣代的反暴力理念，特别在右昌公园邀集多个邻近社区共同响应。来自大社保社社区带来气势非凡的太鼓表演开场后，多位议员也到场宣导，并共同拉下子嗣代，敲下代表终止暴力的幸福钟响。请敲钟，止暴力，进入社区，飞向幸福。不管是家庭的暴力，或者是社会各种不同的一个暴力的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透过113这样的一个反暴力、反家暴的这样的一个专线啊，能够来协助我们受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妇女也好，或者我们受暴力的这些孩子们。反家暴的理念吼，啊，真正真好，和阮家。袂晓变成会晓吼，保护左右邻居，嘿啊，所以有阮遮社区六七个社区伫遮啊，甲阮做伙来办。啊，所以让阮感觉吼，足有温馨嘞。除了社区妈妈带来各式各样的活力表演外，活动当天也有来自各个社区的反暴力宣导摊位，展现平日宣导的防治成果。我们只要有活动，我们都会去用反家暴这些标语，然后去出行，然后再跟大家讲这些，希望他们站出来。为了这个家暴哈，啊来宣导哈，啊，让俺每一个社区拢会当平平安安来过日子哈。台湾虽然是第一个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亚洲国家，但家暴的发生依旧存在社会各个角落。那些长辈哈都会跑到我这边来求救。那我就安排那个警察哈，协助安那个，就是协助他，就安置他，这样子让社区哈更祥和。这个是我们高雄市社区联络发展协会，我们很多会员都是在里面，我们结合起来，主要也是在资源联合结合共用，大家能够一起发挥传承。风雨更能生信心，也或许是老天爷不舍受到家暴威胁的受害人，期盼社区凝聚强大的能量，能唤起更多人一同正视家暴，让高雄迈向幸福的零暴力城市。不要家暴，要拥抱高雄零暴力，赞！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用音乐照顾和陪伴可以疗愈心灵，三民区福气关怀站就请到一位音乐治疗老师，带领长辈们用各种打击乐器一起敲敲打打，甚至是气球和打气筒也加入音乐演奏的行列，让长辈们回忆往日时光，也借此抚慰受伤的心灵，刺激手脑协调。关怀站的长辈坐在椅子上围成一个圆圈，每个人手上拿着不同的乐器，在指导老师的指挥下，按照节奏摇一下、拍两下，长辈们的心情也跟着开心起来。十个人一组，哎，他讲我，反正老师有带动，我们就跟着带动，哎呀，很开心。要跟着音乐啊节奏啊，大家都要听音乐
啊，我们是一二三人就打，哎啊，另外的乐器就是听音乐，都可以换来换过去，这样很有趣啦。长辈们手上的乐器有铃铛、铃鼓、手摇铃，都是会发出悦耳声响的打击乐器，还有气球和打气筒也加了进来，跟着音乐一起摆动。长辈们得一边跟着节奏，一边记着动作，敲敲打打，刺激手脑运动。今天打进去了，上次没打，上次没打进去，今天没有打进去。看到大家就是特别开心，打了就打进去了，开心，太开心了。我们用气球，其实气球它不会出声音，但是我们要增加它的肺活量，哎，啊，因为他们吹不动，所以我用他们用手。其实我要让他们用手去，让他们的手有力量，对。然后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乐器，对，对。因为本来是如果是他们更年，我们可以用他们用吹的，然后按照节奏去吹，那也是一个帮助。随着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高低快慢的变化，长辈们投入音乐里，像是一起完成整首曲子的演奏一样，身心就会有正面能量不断释放出来。所以我发觉到音乐治疗其实对老人失智症这一块是非常好的，因为唤起他们的记忆，我们就是用音乐来帮助他们去疗愈，然后他们去回忆，然后他们让他们不要再一直恶化一直失去下去。长辈不是只有动而已，我们希望他的心灵上面也有更多的被抚慰到，因为他们的成长可能有一些伤害里面，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哎，这个课程透过音乐让他们重新怎样沉浸在音乐里面，他们的心灵能够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而且让他们觉得说透过音乐有一种疗效的作用，而且不是只有透过音乐疗效，还有那说肢体各方面可以透过乐器音乐结合，也可以让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协调。福气合堤社区关怀站有不少是八九十岁的长辈，大家坐着也能够随着音乐摆动，达到运动的效果，在音乐的陪伴和照顾之下，迎接快乐的一天。社区好新闻，林佳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关心地方啦，热爱港都啦。社区好新闻，赞！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我是三民区安邦里里长黄坤山，在这里向你诚恳推荐社区的好新闻。没有谩骂，只有关怀；没有耸动，只有温馨。欢迎全家大小一块收看庆能港都社区好新闻。庆能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高雄市最塞的路口在哪里？您知道吗？高雄市警局公布十大交通拥塞路口，其中左营区的民族路和大中路口居冠，其他的路口大多是在高速公路和平面道路交汇处，尤其是下午的5点到7点是最塞的时间，至少得花好几分钟才能够通过路口。眼前这处民族大中路口就是市警局公布高雄市最拥塞的交通路口，每逢上下班尖峰时段，驾驶人要通过这里，每等上几分钟是很难过得去的。哦，每天啊，哦，上班跟下班这是一定塞的啦。那我们住在这边的人深受其害，因为空气跟噪音哦都很差。我们常常送货去市区的时候都会大打劫在那个地方，所以公司这边如果有经过那个路段送货的话，都大约要提早半个小时以上出门。除了选择提早出门避免塞在车阵里，驾驶人就是期待市府交通单位能够想想办法解决塞车问题。除了民族大中路口位居最塞路口外，交通大队也公布其他容易塞车路口，分别是中山路与中安路口、中正路与中正交流道、九如路与九如交流道、建国路与建国交流道、三多路与五营路口、九如与大顺路口、九如路与民族路口、翠华路与崇德路口及博爱路与玉城路口等十大交通拥塞路口，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高速公路周边呢。针对这些易拥塞路口，有做一些改善，包括说
交通耗资的改善啊，或是一些动线的一些规划。那尖峰时段呢，因为人车会比较多，那还是会有一些拥塞的状况发生，或者是说像是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些事故或者是主线回堵的情况，那也会影响到我们平面的状况。交大表示，拥塞路口大多因为当地环境条件造成塞车情形，其中高速公路与平面道路交汇处就占据前三名。除了针对动线及耗资进行改善外，也提醒民众利用 APP 等工具出门前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好，我们建议我们的用路人可以收听警广，或者是说可以利用我们市府交通局一个 LINE 的 APP， 高雄任我行，上面会有一些我们道路上的一些即时的资讯，那我们可以确认之后再出门，那就比较不会遇到回堵的情形。一般来说，最塞的时段出现在下午5点到7点之间，因为下班、下课及用餐车潮同时涌现，最久可能等上10分钟才能够通过路口。要是不想浪费时间在塞车上头，提早出门或避开这些路口才是上上之策。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高雄市政府委托大同医院在大同国小成立全国首座与现有国小并存的日照中心，市长陈菊特别前往揭牌，期待透过代监共学拉近孩子和长辈的距离，未来将以此模式列管学校闲置空间，让长辈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在地安老。1、2、3取名大同福乐学堂的日间照顾中心，是利用大同国小的闲置大楼中，将4间教室改建适合长辈休闲活动的空间。除了让长辈就近在社区内接受照顾之外，也能够透过代监共学活动拉近孩子和长辈的距离，是全国首例。我们可以像日本一样，老少共学，还有我们一定要学习世代融合。哦，现在老人未使跟囡仔同齐做伙，我当然是可以呀。大同医院经过将近1年半以上的准备，谢谢我们克服的很多困难，也谢谢我们高医的一个体系团队大力的支持，现在我们总算成为新兴区，也是台湾第一个的一个学校的闲置空间设置日间的照顾中心。福乐学堂里有2间阅读室、1间运动复健室和1间餐厅厨房，是大同医院和高医大团队经过2年的时间参考日本老人照顾设施之后，投资数百万元改建硬体，并且和失智症学会共同筹办，希望延缓长辈退化程度。在我们的整个医疗专业里，有医师、社工师、照护员，还有其他的一个种种的治疗师的一个整个组成的一个团队，那我们会设计认知学习的一个课程，那感觉统合的活动，肢体活化运动和生活自训的一些功能，那这些功能当然就是希望他最后可以延缓他的一个老化。真正的老人家的照顾的药理医疗体系是可以就近支援的，那所以他的附近刚好又有大同医院，是一个很棒的区域医院，那其实这在医疗的需求跟它的场地的需求上都是非常适合的。台湾人口高龄化的速度是世界第一，而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因应老年生活。陈菊表示，高雄市已经有14处的日照中心，未来将列管学校闲置空间，以大同国小模式让空间再利用，长辈也能够在地安老，创造双赢。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6、7年级生还记得下课之后最爱去的哪一间租书店吗？随着科技产品的进步，实体的书籍逐渐被手机和电脑给取代。目前全台租书店至少关了2/3。为了不让租书店就此走入历史，盐城区一家经营26年的租书老店就转型做起收书和卖书的生意，唤起更多人一起看书、爱书。还记得学生时代那个上课偷看漫画、下课直冲租书店的少男少女吗？很小的时候就在看啊。和全盛时期相比，目前租书店至少收了2/3。原因问到这间位于盐城区老字号租书店的老板娘，她说：“我们盐城区最兴盛的地方是有8家，最早。
那第一波开始比较衰退的是在网咖盛行的时候，那个消费习惯还有娱乐习惯就有一些转移到网咖去了。那时候就有一波的那个收店潮，就有人收起来。那大概是多年前了，因为我们这边经营26年了，它是第一波比较让很多店不再能经营下去，就是网咖流行的时候就收了蛮多的。经历过26年的考验，业者决心不让租书店走入历史。几年前开始，老板娘借由买书与卖书的往来方式，要吸引更多人再次走入租书店，回味当年阅读纸本的乐趣。虽然可能各行各业都离开了这里，那因为经济的关系没有持续看漫画，但是有假日或者是有长期假，他们也是会回来看看我们，来摸摸书。或许不再看，但是会回来这个地方来怀念他小时候在这边看书的那种回忆啊。我们为了要鼓励孩子啊，然后走入漫画店来看纸本书，那我们就鼓励他家中如果以前有买书，或者是不想再收藏的，可以拿来这边来换租书，或者是来换别套书。不管他这套书有没有齐全，或者是他零零散散的，我们都收。业者更透露，十多年前风靡全台的《灌篮高手》网络叫价高得惊人。啊，这个版权是大蓝的，但是这家大蓝的版权已经不存在了。那这样这一版的话，就全新外拆封，这个叫价就将近10000块了。那代表什么？代表漫画它有增值的空间。过去的漫画，它现在比较稀有的一些，还有受到欢迎的一些漫画。到现在如果保存下来的价值都比以前的定价来得高。其实除了灌篮高手，还有像美少女战士、七龙珠等知名漫画，价值也都大幅高出原始定价。虽然现在租书店荣景不在，还是盼望唤起当年爱书人再度回潮，享受沉浸漫画的异想世界里。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12月22号星期四，农历的11月24，适合栽种、修坟、立碑、盖屋，不适合祈福、出火、嫁娶、入宅。冲猴煞北方，25岁和85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了本塔加色安心的水果，也对压开土地的友善。总有其还是爱一天的坚持，虽然失败几多摆的，爱一天会用客家硬强的精神坚持行一条路。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我是高雄的囡仔，在外口做工课的时阵，最怀念的是土地的香味。回来家种菜三年啊，我希望每一个吃到我种的菜的人，拢会当感受到我的用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